对地藏菩萨本愿经中舍一得万报的思考。对于修善所得功德，地藏经许可针对自家眷属等客体的回向。虽然相比于回向法界众生，此种回向的功德利益要小得多，但是对烦恼比较厚重的众生而言，功德回向给自己或自己所关心的人，更符合此类众生的意愿。特别的，当众生遇到障碍的时候，以善行的善因、善缘、善报来消除障碍，和祈请佛菩萨慈悲力加持等，都是佛经所许可的。佛法讲究根据众生的根基实施教化，布施的修行和受供的模式都应以符合众生意愿的方式进行。从这个角度来说，修行者以互助祈福的方式获取四时供养，相当于祈食于网络空间。供养者通过网络布施，相当于到指定地点供养修行者，并获得修行者的回向和祝福，这也合乎于佛教法理。但对地藏经中舍一得万报的论断的含义，值得认真思考。从现有的文献看，一般认为舍一得万报是对布施法门的精妙程度的描述，是褒扬之语，意为布施的果报远大于原有的布施。但根据此句在地藏经中的上下文，应该是批评之语。有此种布施有局限性的意思在里面。道元法师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中是这样解释的，经文如但回向自家眷属或自身利益，如是之果即三生受乐，舍一得万报，是故地藏布施因缘岂是如是。法师对上面这句经文的翻译是，前面一再讲要回向法界，结果你不会回向，你偏偏要回向自家眷属，或者自己的父母儿女，或者回向自身的利益，虽然你没有回向法界，但这个福报仍然是很大的，大到能三生享受安乐，舍一得万报。如你供养布施一块钱，则来生来世享受一万元的福报，如此类推，就是舍一得万报。但是你如回向法界，回向法性，法性无边量，你只要有一滴水般的布施供养，就像将这一滴水倒到大海中与大海相合，这一滴水变成甚深广大的海水，不可计量。所以啊，地藏菩萨这个布施功德的因缘，其事相就是这样。虽然所布施的财物是一样的多，但为什么所得福德果报却是不同？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享用不完的福呢？这都是由于布施者发心不同、回向不同所造成的。此解清楚明白，当属舍一得万报的圆满注解。也就是说，如果回向法界众生，其功德更是不可思议，就远远不是一万倍了，而是无数倍。特别的，经中往往希望我们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为利有情愿成佛，也就是发菩提心，而发菩提心的功德当然是远超一万倍的了。如此，还有一个疑问，既然舍一得万报是对回向自家眷属或自身利益这种回向的果报的说明，此处的舍就是舍弃、牺牲的意思，万报是指这种舍弃所换来的成果，那么此牺牲或舍弃的除了布施所舍的东西外还有什么呢？也就是说，此种回向到底舍弃了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找到明确权威的讲解，但是根据道元法师的讲解的上下文思考，既然舍所换来的果报是三生受乐，而根据实际情况一毛一尘类的善行
一般是不能给修善者带来此生的受上妙乐的果报的。因此经中的三生受乐应当是来世三生受乐。道元法师的例子中也说，来生来世享受10000元的果报。而舍所牺牲舍弃的很重要的一项，应该就是此生的果报。根据上述逻辑，回向之心一定要包含舍弃本人今生果报的念想。举例来说，如果某修行者以念佛等功德回向给另一位施主的话，其中一定要包含我不再希冀此次修行功德对我今生的果报，我将此善根全部回向给某某施主之心。而如果你希求自身今世的福祉，那正好相反，你就不能做如此回向，而要明确地说明我希望以此善根与今生获得某某果报。相关思考，在回向给他人的情形下，即使修行者此生不能获得此次修善的果报，但来世仍然能获得此善业的果报。这一点从此段地藏经文本中你可以看出，如是善事，但能回向法界世人功德百千生中受上妙乐。此中世人指的就是修善者本人，百千生中应该是指未来世。此句即肯定了来世得果。依常理推论，也可得出这个结论：善行不可能没有果报，即便你发心回向给了他人。就比如你将金钱布施给他人，并承诺今生不再索回，你对彼的善心善行不可能在未来世没有善果回报，甚至今生也可能就会得到回报。有些情形下，回向的受者可能不能够获得全部的功德利益。例如地藏经之利益存亡品第7说，若有男子女人再生不修善因，多造重恶，命中之后眷属小大为造福利一切盛事，7分之中而乃获一，6分功德生者自利。在这种情形下，善业果报的绝大部分是由修善者自己获得的。综上所述，修善行者将自己的功德回向法界众生或自家眷属等，不仅可以给他人带来真实不虚的利益，对自己也会带来更为殊胜伟大的善报。虽然有时这种善报可能是在来世所得，因此修行者应当乐于回向自己所修善根，特别是当众生有希求于此的时候。而受惠众生也应勤心供养修行善事，获取殊胜利益和果报。这也正是我们发心推行互助祈福的初衷。感谢您的观看，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